平朔将军萧齐，辟疆护土，居高甚伟。受豫章王。你是我大成开国以来第一个异姓王，朕望你永远做朕的忠臣。3年前，朝廷颁布诏令，杀胡兰王者。 不分出身，皆封王者。我的背景呢是寒族出身，我是平民老百姓，以军功封了王。萧齐他像一个大哥哥，如果说我们是豫章王，那萧齐他就是我们的领头，帮我们开辟一条路，然后我们跟着他冲锋陷阵。 胡光烈肯定是上单，他是坦克。胡瑶呢，那可能就是 ADC， 那唐靖呢就是辅助。萧齐呢是一个团队的老大，那他就应该是中单，可能宋襄就是那个打野刺客。萧齐有自己的世界观，犯下篡位谋反之罪。 不管你是不是岳父，我觉得事儿，看事儿，事儿做的对，大家小心，做的错，对，所以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。大王赫赫的威严，不仅是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，更是爱民护民。大王还自筹钱粮，让麾下的士兵们吃饱穿暖。大王。 拿去分给弟兄们。对于萧齐来说，真正可以战胜困难的法宝是他的真诚，他的规矩，他的谦恭。兵法上来说是一样的，打笨仗，做笨功夫，这个是大概我觉得我想要给萧齐关注的一个灵魂吧。今生我们该做的是守护着世间的秩序。